韩国男神李敏镐又来香港啊，为出席品牌活动做准备。经常到港工作的他，我想对香港也不会陌生吧。虽然早前才被韩国媒体报道与女团 Miss A 成员 Suzy 交往近一个月，但这样也无损粉丝对她的爱。昨天一大班中心粉丝拿着横额守候着他们的男神欧巴，身穿黑西装外套的李敏镐一步出即惹来尖叫，心情大好的他肯定是因为蜜运中面露笑容，主动走向粉丝群挥手示好，更接受他们的礼物哦。这么的亲切，难怪粉丝们那么的爱你呀，欧巴。